嘉义县体育会日前举办运动成果展演以及社团联谊嘉年华，总共18个社团带来精彩的成果演出。馆长王章良在现场为表演团体来加油。嘉义县体育会啊，那特别啊，在我们埔子体育馆那举办运动嘉年华，那这里面有很多社团的表演，那不管是打鼓或者是跳舞，那展现各方面的才艺啊，那外面还有我们垒球啊，还有啊这个网球的相关的比赛哦。那实际上啊，运动是非常重要，运动等于是健康的代名词。那嘉义县呐，这一次在重阳节里面呐、啊，那一共有130位百岁以上的人瑞，那其中啊40位男性，90位女性哦。那所以我们在这边希望大家啊，能够多多运动，维持身体的健康。成果展的项目土风舞、泰国日本舞以及国标舞，各青少年上届的街舞表演是相当的精彩。今仔日会当看到讲有遮济，不管是社区的老师都也好，还是咱体育会单项，咱大家拢做伙在遮交流。啊，希望讲透过运动，让大家当更加健康。咱体育会的迄个办公室哦，拄好伫咱体育馆的边仔尔吼。啊，若大家有啥物需要？王章良鼓励乡亲一定要多多来运动，维持身体健康。关于透过体育署运动爱台湾的计划，让体育会有更多经费办理社区体育活动，也让各级体育运动社团更加发展。记者黄佩佳、关超报道。